过新年了，过节不可或缺的应景食材礼盒，你来王老五才买了吗？王老五的鸭上是别的地方买不到的，来看看严谨独到的生产作业流程。采用高品质的土番鸭做鸭上，工作人员要随时守候在烘烤设备旁待命，全程监控鸭上熏烤过程。等时间一到，自然风干的过程也要在不受外力影响的空间下进行。公开现代设备与传统制程的做法，王老五的鸭上是以木炭与新鲜的甘蔗切块，将热气与香气直接导入鸭肉内，每一块鸭上呈现金黄色泽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得奖无数的王老五风味鸭上，在独立式隔层工作室内进行真空包装，最后呈现在卖场中，就有各式各样创意鸭赏美食供民众选购。王老五注重研发，把宜兰特有的金枣包进了鸭肉内。别小看这条鸭肉卷，经过鸭赏达人王习传的亲自监督，这套鸭肉制成品结构的创新概念获得了中华民国专利证明。切开鸭肉卷，里头酸甜的金枣果粒成了去油腻降咸味的好口感。专利鸭肉卷是您今年馈赠亲友的新春必备好礼。王老五鸭赏形象团的产品包括有土番鸭丝、鸭排、香蜜腿，来王老五鸭赏形象馆绝对不能错过馆内招牌金枣鸭肉卷。金枣鸭肉卷是结合当地特产金枣，透过加工改良研发10个月，具有特色产品申请到新型专利，口味不但清爽，而且有去油腻的功效哦。王老五鸭赏形象馆也是过年期间一定要走访的观光景点，这里制作鸭赏的古文物介绍，还有鸭赏美食，在宜兰可分西北与西南的详细说明，每个流程都有解说员亲切的与客人互动。鸭子我们的时候，养鸭子就是好帮王老五做指导。王老五他算是几个人家，他非常的好用。反正喜欢吃辣的，就是辣椒再放一下就好。那也可以做汉堡，也可以做吐司。尝美食，优谷物，来王老五鸭赏形象馆，让您新的一年鸭对宝。雪穗新闻吴芷云、吴世伟宜兰采访报道。